我带着一箱的冬装，准备去邯郸寻找什么，结果在转机处突然感觉需要温暖而陌生，于是我一个人降落在热带岛屿。我独自拍下了这些瞬间，属于我一个人的瞬间。就算有一天海水终将冲走一切，我自己能证明我因爱而存在过。